却是巨难世俗的眼光。我认真学习用了世俗眼光，世俗的天亮。你不管过度你们听懂你的话，但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的聪明，多么听话，多奸诈。是为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地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连连是发在出门闯荡，在回忆也热情买账。我要胜利的七八年前做的老坏，没那么多人才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胜利的，至少我还能写写书来澎湃的都能了解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胜利的，工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要是能重来。是为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地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连连是发在出门闯荡，在回忆有人热情买账。重来，我要胜利吧，要几百年前做的老坏，没那么多人在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胜利吧，至少我还能写写书来澎湃的都能热爱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胜利吧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，要是能重来。我要胜利吧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。